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UNI。我比较喜欢的艺人是 Neil， 因为我之前在做练习生的时候，对，就是这首歌，我一直就是听他的歌，然后一路练习过来的。我比较喜欢 Future Bass。我觉得说唱最能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感受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想给我们的团写一首歌。我想成为一个有深度的歌手，谢谢。我性格中最好的特质啊，我觉得我的特质就是自我消化能力会比较强一点。对，但是性格中的缺点呢，就是什么事情都老喜欢憋在心里。好的地方是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，还有不好的地方是很倔强，就因为自己知道想要什么，所以很倔强。我未来能有的性格特质的话，就是一手四方，宽行天下。我希望我今后有的特质是幽默。做偶像我觉得最重要的特质是有态度、有实力和有口碑。我觉得做偶像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不忘初心。举当当当，怎么就是一个类似于好知足、满足、充足啊？上的话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字就特别的 up， 就是大家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向上，日上。就数就是，其实我们UNI刚成团就跟曙光一样正在冉冉升起。我跟嘉义就一起就是猛男联盟。对，每一个人包括我们UNI都需要去学习新的东西，然后一起努力。然后我就希望就是有哪一幕，然后大家的日月同辉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优奈，哇，谢谢，感恩，我们是 UNI， 请大家多多关注 POSH。